刚刚的。各位来宾哦，各位农民朋友，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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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刚好来参加这个迄个选举活动的这个两个朋友哦，来等你，这个农民朋友会办台选，但是这个没有声音呐，已经给他消失，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呐。喂。喂。喂。太高兴了，我。可以啊。哈哈哈哈哈哈。哦，拍水工那个那个啊，这个。讲无这个这个咱这个。消息公布了，本来我想讲，然后叫我换出去，就免大家免个了这个停车位吼。咱这个今仔日吼，咱这个卫教活动的主要的主持人吼，咱的吴荣医师、吴理事长吼，加王某义啊、王医师、王理事长吼，今仔都有重要会要开，我都来参加咱这回委托我吼，来做一个简单的开幕吼。咱这个活动吼，这个卫教团体活动啊，已经办来到这一年拢有两届，啊，今仔日是今年第二届，然后呢，这个。办到将近要十年，啊！咱各位的乡亲啊、朋友，大家拢有热烈支持哦，互咱这个活动拢大家办到真圆满、真成功。所以哦，咱这个医疗群哦，在医生哦，对大家这场、这个场务还是哎呀，活动这成功哦，也非常感谢哦。所以在替医疗群已经啊，大家啊，谢谢啊，感谢真好。啊，这个以往咱在做吼，不要有大拢大家讲参加不要介个，但要将近十年嘛，所以大家来拢是这个。工商孔文平遮哦，所以这孔文平哦，提供这遮好个所在哦，啊，互咱来办活动吼，啊，当遮尔啊温婉，啊，遮尔啊舒适，咱来办这孔文平哦，啊，表示一下感谢谢意吼。啊，大家参加这活动知影，咱要来孔文平从活动先入来，到这个大厅啊去报道了，咱来主办单位拢会准备一寡小礼品哦，大家。大家表示欢迎哦，加这个感谢意思，所以大家来拢有这小礼品吼。然后签，啊，除了签了，这一个单，也去各个摊位啊做些检查，有做些吼啊，不要检查啦吼啊，做啊看氯化锂会变氧化物啊，这糖分的检查啊，甚至检查看咱迄个骨质疏松的检测啊，看咱骨质疏松无吼。啊，去年开始哦，佮有提供这肌少症的检查，提供简单人啦吼。啊，咱的肌肉量都减少，啊减少了后，我们因为咱的生活活动，所以容易会破病，所以是不是有肌少症的经验嘛？需要补充蛋白质、运动、等等。当然，最后一关呢，也就经有咱的医生专门甲恁检查报告吼，啊，甲大家做一个说明。啊，看恁有需要做去恁附近的诊所或病院做进一步检查，还是为恁医疗群啊，咱的医生照顾医生遐去做进一步检查，还是追踪治疗去病院做追踪治疗。啊，其他这个。活动做了，看看治疗吼，就即卖今仔天咧，啊，这条举办这团体会教的会教的活动的演讲，啊，主要由咱医疗群的内底医生吼，专科医师啦，提供这个啊专业的医疗技术啦，啊有病人营养师啦，来遮间解释健康的饮食观念，互咱会当保持身体健康，啊，免除这个辛苦病痛哦，健康身体咧，会当啊来过着美好的生活。啊，当然，最后呢，咱诶主办单位佫有举办一个摸彩活动，所以大家来是即摸彩群来录落吼，等下甲抽摸彩就准备一寡奖品，互大家来举办即摸彩活动。即奖品呢虽然是讲毋是物大奖品，不过非常实用，是咱医疗群医生哦，大家小小心意哦，希望大家会当安尼哦，家己欢喜来接受。当然啦，上重要会当大家会当抽到大奖，等下来使用。最后只啊，再度感谢大家来参加这個活动，我这活动哦，会当啊这样圆满，啊这样成功，啊祝大家哦会当咧身体健康，啊事事如意吼。搁抓咧，咱今仔个活动就请咱这个医疗部内底啊，工商泌尿科专科医师哦，黄医生黄医师来甲介绍
啊，基本男女哦，啊，常常见的泌尿科的疾病哦，啊，加这个这些啊，那个营养师哦，非常介绍均衡饮食，果然对咱健康饮食的概念了解，哦，咱就蛮请咱这个啊，黄医生黄医师来这边介绍，跟咱演讲啊，来播一下过来。谢谢吴医师的介绍哈，那我自我介绍一下，我起了工三都经受黄玉章泌尿科黄玉章医师了，相信在座应该有一些病人也曾经去过诊所了，那很感谢今天医疗群有这个机会让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就是因为我看在座很多都是我们就是老伯伯啦，还有婆婆，就是上年纪的一些银发族了，啊，所以我今天的那个主题哈，我大概有个来介绍过，咱银发族比较常见的一些泌尿道的疾病啦，哈。那现在就是说，联合国咱从1991年开始哈，就订定了一个国际老年日，哈，啊，就每年的10月1号就是一个国际老年日，那刚好现在就是10月，哦，所以就是10月1号国际老年日哈。等一下，我们那个秘书说。会提叫我等一下问几个小问题啦，哦，啊，他会有一些奖品，哦，啊，所以大概可能我会问的大概就是这个，例如说10月1号啊，哦，国际老年日啊，啊，大家听一下，大家期待，我听到你们哦，啊，但是台湾哈，哦，我们老年的脚步非常的快，哦，啊，咱老龄化人口降息，它大概就是说已经从7%到14%。哦，在台湾只用了25年的医生，我当大概是在这个想定，所以我们的老年的那个脚步是非常的快。那老年大家也知道说，咱的身体的状况啊，就会比较开始有一些退化的情形啊，哦。那所以我就大概先介绍一下，就是哎，咱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些老年的一些泌尿道的问题。那当然，哦，啊。第一个比较大家会较关心的，就是例如说，哎，勃起的问题，因为我们门诊常常会有病人啊，哎，没几百光啊，可能就是哎表现比较没那么好啦，太太抱怨啦，是不是在外面怎么样啊？哦，那这个什么叫勃起功能障碍？就是说，哎，无法达到双方彼此满意的性行为啊，这个就是勃起功能障碍，哦，那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跟我们的身体的状况、跟咱身体健康都有关的，哦，除了年纪，这当然是最常见，就是年纪啦。我们酒下个袂掉嘛，咱少年都用啊，二十几岁、30岁还该用啊，夜夜笙歌啊，哦，但是到了40-50岁以后，因为我们一些年纪啦，再加上一些慢性病，哦，你看看这个上面就有多慢性病。高血压啦，中风啦，啊，糖尿病是非常影响很多，哦，所以当然就很多疾病会去影响，哦，那其实勃起功能障碍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常见，大概40岁以上哦，根据统计它会有一半啦，啊，哦，一半一半的人都有这个困扰，哦，其实都在说40岁，然后下只有下，可能古早的人讲下就是40岁，哦，开始就有这样的问题，哦，那这些就是说哪一些疾病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勃起的问题，然后那个看相常见的就是例如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就是一些动脉周边血管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忧郁了。现在那这个工业社会，那这个忧郁症嘛，如果门诊常常会看到一些年轻的病人。干笑脸，你明白？大部分东西，这类问题都是有一些精神方面问题，忧郁症。因为讲忧郁症的流啊，它会去影响它的表现。啊，那这个图哈，哦，让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其实啊，在男性的勃起可以当做我们健康的一个指标啦，哦，很多人他开始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代表他的血管开始出现问题。那最左边这个是我，但这类。小圈圈这是代表咱身体血管的大小，那你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的阴茎血管是最细的，哦，啊，冠状动脉是第二的，啊，所以你想，刚刚说开始有这样问题，表示你的血管已经开始阻塞，很多人我们都会建议他去做一下
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啦。其实它真正它就是整体的，它是代表一个整体的问题，不是只有不是只有性功能的。那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很多病人常会门诊进来说，我吃这药我敢会影响，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因为其实尤其是像一些血压的药，早期像一些利尿剂啦，或一些就是有些贝塔阻断剂，伊都会影响咱勃起的问题。还有我刚刚讲抗忧郁的药，镇静剂，因为它很多精神用药，它很重，它把它的一些性欲都给它阻断掉，所以它就会，所以一般病人如果门诊进来比较年轻的，大部分都是这类的问题，很焦虑、很紧张，都会这样子的。好，那比较刚刚讲的就是勃起，我们会分成三个种类。老年大概是第一个啦，器官性。年轻的大概就是心因性的，跳跃狂爱的人，就说病患年纪比较轻的，大概就是属于心因性。那有一些人，他们大部分其实都是混合的。那咱较关心的是讲咱安怎治疗啦，吼。但是因为我们西医跟中医的理论是不一样，中医常常会说百心啦、肾水不足啦，那这个跟我们的理论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是比较认为说，可能就是有一些荷尔蒙不足或者血管的问题。所以在治疗上，我们第一线大概就是用一些荷尔蒙制剂，来别让你把关联性检测看他的男性荷尔蒙是不够啊，那如果荷尔蒙不够，我们就给他补充。那另外我们就会给他一些血管扩张剂，血管扩张剂增加他含黏体的那个血流，那再增加他的硬度，那如果第一线没有效，那可能第二线。第二线就有一些像海绵体注射，不过这个可能现在比较少，因为口服比较简单嘛，很简单呐、第三线，你都弄不好啊，那个科的奎德，奎德他是装那个人工海绵体的，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一线用药啊，这个血敏比较复杂，那个怎样这个是威尔刚啊，这一类的药很多啊，大部分就是最早发现出来就是威尔刚，那。这个就是说，本来还可以充血的时候的情形，跟他吃了不要的时候，哈，他要增加他的血流的膨胀，他就增加。这是咱西医的理论啊，所以跟中医他们讲的拜肾的那个观念是不同啦，哈。这个是伊的基准，咱吃这个药下落会增加咱的血流的扩张，然后增加他的勃起这样子。好，那。最早进来就是像威尔刚，好阿西利斯，早期那是他们真的是外国的比较贵，现在台湾已经开始慢慢有很多厂商做，比较实惠，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跟十几年前的大概只有威尔刚这类的选择，现在很多，大概我们现在市面上大概至少快十种以上的选择啦，不过这类型的药都是差不多啦，只是现在可以就是说价钱压得比较低啦。那这个就跳过去了。那这个是我刚讲的第二线的，就是直接做海绵体的注射啊。那大家了解一下就好，因为可能会使用到这一线的，可能需要有医生专业的协助了，可能在自己也比较不好操作了哈。那第三线哈，就是最后没办法，那我们就是做人工手术了。好。那现在过来再介绍第二种男生，我们会比较关心的就是排尿的问题啦，就是良性前列腺肥大或叫射护腺肥大啊。那这个其实在50岁以上的老年，在门诊是最多的，就是说，病人进来常说呢，比如说排尿，他排尿困难，或者是他常会觉得说，暗时间可能半夜，半半夜清频啊，这个就是前列腺肥大或是叫射护腺肥大，大概。50岁开始就会有这样的发生，那甚至到60岁应该是有一半以上的发生率了，所以大概就是说我们银发族的年纪大一点的病人，大概都一半以上都会有这样的射护腺肥大的问题，那射护腺量无算是伫底，大概就是遮膀胱的底部，听下这地方可能就是伫底下一个口体啦，所以记一下。第一个多你的膀胱的圈圈这个膀胱的底部啊，那尿道就从中间穿过去，那它主要的目的是分泌精液，它因为
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分泌一些前列腺，就是精液，就是我们射精的时候它会排出来。但是在随着年纪，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也愈来愈大，啊，愈来愈大就把咱的尿道憋着，啊，憋着了，啊，就排放了，就是变成会造成一些排尿的问题。就是像这样，正常的射物线请问晚多下多少？但是慢慢的年纪越大，会大到像腰果一样大，啊，差不多会到20克，甚至我们门诊看到常会有到的5、60克、70、80克的都会有啦，啊，正常大概到20克里面，啊，你看哦，它右边这个图给你讲，咱越来越大的时候，咱的尿道可以有代表，所以咱第二个病做胎盘，我们尿尿就会有问题，就会觉得哦很慢，这样，左边那个是正常的，那个尿道加快，到右边的时候已经被压迫的存在一个月的小洞，所以你看尿尿的时候，我还做出来的棒啊，喜欢睡得头吃掉啊，让棒没清去，所以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啊。陪患者来讲，我靠，那些睡得头少年的棒尿怎过去？啊，老伙仔棒尿滴掉的，就是安尼，他尿尿他速度很慢啊，就都尿就是很慢很慢的在往下滴这样子。好，那除了尿尿它的症状所慢以外，就还有其他，就像一些刺激性的这些，像频尿、急尿、夜尿哦。你来，反正也拢跟你讲讲，我、哦、一夜起来一夜七次啦。哦，那一夜七次啦是什么？它是一夜起来尿尿七次。哦，很多患者就是哦没有办法一觉到天明啊、哦，这个都是跟年纪有关系的，前列腺肥大一个主要的症状。啊，甚至在白天，它也是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就尿一次。那个半北前皮啊，那另外就是说刚刚讲的排尿困难、排尿迟滞，他那个排尿迟滞就是徛伫遐放尿，啊有患者来讲，我徛到要困去，搁啊放啊袂放出来，哦，还是说他等很久啊才尿出来这样子，甚至要用力去挤，那挤不干净有遗尿的感觉啊。那一般来讲就是说。病人缓下来时，那可以做过一些基本的检查了哈。当然就是做过一些超音波啦，有时内诊啊、尿流术了哈。那最重要、比较重要的是用这个血清射护线抗原，这个叫 PSA。我们患者来，我们会帮他抽血，这很简单的一个检查。因为除了良性的肥大以外，少数的病人会有射护线癌啊。那我们现在是闻癌色变嘛哈，所以说我们病人来，我们会帮他。好，帮他筛检一下 PSA， 就是说看看有没有癌症的可能性。好，啊，治疗上当然就是说，如果你很多患者就是说，哎，一做搞的，啊，那就建议说，哎，你睡前就不要喝太多水，啊，那白天我们在活动可以多喝一点，哦，那就少喝一点像酒精啊、咖啡因这种，因为它本身可能它利尿，啊，所以那个讲它减。那另外就是药物治疗了哈，那药物有好几个，最重要是第一个跟第二个啊。按咱来反正咱来形容一种药啊，叫阿巴布洛克，这种药啊好吃，伊会较好放。啊，另外第二种吃来伊会掉无线，伊会较少啊。啊，第三种药啊，它除了射物线以外，它还可以治疗勃起障碍，不过这个药它是要自费啦，所以很少会用到第三个，因为这个是一种，就是说顺便治疗射物线肥大跟。啊，勃起功能障碍的药啊，那除了药物选择啊，就手术。如果说你吃药都已经没有什么效果，那个有手术来治疗啊，这个打来就慢慢手术啊。最常见的累累啦，经尿道射物线切除啊，但是还有另外的选择就是雷射啊，所以咱来为患者去等于现在跟你讲，哎，你也用镭射啊，大概费用可能要10几万啊，啊，那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选择，它是需要自费的。那很多患者会说，那怎么样保健？没有要保健，那那些射护线啊，那打开以后，第一个，但不要憋尿，不要憋太久啊，还有排便不要太用力，你那出来，哎，代表那那个直肠的代表射护线，所以咱放在脉弦出来，啊，得啥子嘛？脉者心固，不要长期久坐，尤其很多患者，他在骑脚踏车，啊，长期的骑乘其实。会造成前列腺的充血，所以有时候哦，其患者不止他，有时候很多年轻患者来，他因为是长期的骑乘啊，会造成射物线发炎啊，也被那个棒球做排放啊。啊，有就是当然就是少烟少酒啊，辛辣的东西少吃了、
那另外当然就是说，可能哪一些食物有一些好处，可能一些坚果啊，还有一些蔬菜啊，对我们的摄入线都还不错啊。那有一些患者，他们我们很多患者都会说，哎，你有没有推荐的一些保健食品啊？不过大概我们在就是说，现在比较可能觉得有效，可能就是南瓜籽跟茄红素了啊。市面上很多种啊，所以如果到药房，你都可以。还有给你推荐很多保健食品，这个还是有帮助，只是说，当然它只是辅助性的治疗，重点还是我刚讲的药物啦，甚至需要手术这样。那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民众进来说，啊，我药爱吃偌久，我要吃多久？啊，其实因为这个是一个慢性病，它并不是像什么感冒啊、肠胃炎这样，吃了几次就好，它需要长期服用，你可以把它当作成像。高血压、糖尿病，它就是要一个长期治疗的一个疾病。你一旦停药了，它症状就在发。啊，除非你属于手术。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可能需要选择手术？因为手术还是有它的需要住院啊，还是有一些风险啊。所以大概就是，除非你可能，例如说常常在持续的血尿、感染、结石，甚至半美出来，我有玩家了，半美出来，不知道有没有那。在座的患者，你知道我这些经验，我给用半美虫来通的，常常会有病人说啊，都完全尿不出来啊，今天膀胱快胀破了，这个就是可能就需要选择手术，因为可能药物它也没什么效果的时候，这时候就要选择手术了啊，当然这个就需要说去医院跟专科的医师讨论需不需要了。那怎么样保养我的摄护腺？刚刚前面有提，就是尽量不要吃太辛辣的东西，还有适量的饮水、适量运动，不憋尿、不久坐啊，还有维持正常的性生活还是会有一点帮助。那过来介绍一下，刚刚前面那个是男生的病人的问题了，那泌尿道感染在门诊也是很常见哦，那女生就比男生更常见。那泌尿道其实为什么容易感染？因为说尿道也是一个自然的开口嘛，尤其女生的尿道很短，它只有4公分左右，而且它离我们的肛门很近。那从肛门来的大肠杆菌是90%泌尿道感染感染细菌啊，所以这个记一下，大肠杆菌我们就有印象了哈。那这里讲的女生尿道4公分，男生大概10几公分，快20公分，所以就不一样，所以就造成说女生感染率会比男生高啊。那她的症状是什么？很多患者你来，你讲放尿会痛，会烧，会刮，拢放无，做高尿，很频尿，都尿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啊。那甚至发烧、腰背痛，那这个就是泌尿道感染了，尿道炎啊。那什么样的情形比较容易？女生在当她更年期以后，就是说，我们上个年纪已经停经了，我们的抵抗力比较不好，那就很容易感染。那当然有性行为，它也比较容易啦，因为咱的尿道较短嘛，它离阴道、肛门都很近，所以就比较容易感染，所以比男生更容易感染。那怎么样保健？说，怎么样来预防？常常病人会讲，我只要怎么样看有个感染？其实。良好的卫生习惯，还有就是水分的摄取是最重要的。给你灌醉，我点点你不要讲，我要给你灌醉，刚想我要领两千嘛。还有就是不要憋尿，因为你憋太久，很容易把细菌带进来。那另外，如果说病人说，那我要吃什么东西比较不会感染发炎？那我们大概都会建议像吃一些像酸性的食物的水果，像蔓越莓，还有柳丁啊，还有柠檬啊。这类的，因为它会什么简化我们的尿液，所以它有预防泌尿道感染的作用，当然，其实多喝水还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刚刚讲的，病人用啊，外面讲什么健康食品，也是让预防感染。那现在市面上很多蔓越莓，蔓越莓它的确是有预防的作用，但是它其实是预防它不是万灵丹，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多喝水。好，那除了女生，除了刚刚的泌尿道感染，另外比较常见就是尿失禁。好，咱可能咱都有这个经验，很多女患者，血管啪咔清，
还是出来扫一下，是笑，伊个窜出来，哦，禁袂掉，拢唔敢出门啊。因为常常我这病人，因为有这样的问题，他都不敢出门。他是，其实他是一个老人常见的问题，他不是因为是的，就是说，哎，年轻人有时候也会有，哦，不是只有老人啊，他。它的种类有什么？第一个讲的就是应力性尿失禁的时候，它够了。打喷嚏用力的时候，它就会漏尿。那男生比较常见，第二个就是说急迫性尿失禁的情况，尿急来不及上厕所，绑出来。那个耳朵患者，因为他第一行动不方便，那他有尿意的时候，他还没走到厕所，他就尿出来了。这因为在生物腺肥大病人其实是蛮常见的。那第三种是一种慢性性尿失禁的情况，其实它是因为尿拢放不出来，大部分它膀胱很胀，那甚至一走动就尿出来，因为水口不好溢出来安尼啦，吼，所以这个比这三种比较常见啦。那刚刚讲的哈，老人常见的就是说前列腺肥大，好，这是其中的因素，还有就是说我们膀胱退化无力。啊，还有就是有一些神经性的问题，所以中风的病人常常会有排尿的问题啊。啊，那常常就有病人问说，那我要怎么治疗呢？啊，除了药物治疗，其实我们都会比较建议就是女患者上年纪来做一下骨盆底肌肉。啊，这个主要就是说，哎，咱要哪做？就讲咱尻川啊，捏一下，绑一下，捏一下，绑一下，就是怎么样呢？你带什么？串出来，那个时阵，那是去夹那个肛门，大概就是这个动作啊。那你就是一天大概做三次，一次做个十下，可是持之以恒，就当做一个运动啊。它这样子的话，它可以增加我们。可是那有安怎？按最得逃离你，但那里个这运动一个较慢啊，这样就会减少尿失禁的情形啊。那还有就是说，有些人排尿习惯不好，常常会憋尿，伊拢无爱放尿。啊，等你较禁袂掉，较前面走白数，啊，你就会出出来。所以，定期排尿、定期喝水，这是很重要啊。那当然就是讲，就是说有一些病人可能长期啊，他会提重物，哦，长期也会出来，哦，那这种可能也会加重这个尿失禁。啊，可能这样，你当你去避免做这样的运动，哦，可能也可以，哦，缓解那这个尿失禁的情形。那其他的可能就是药物治疗，那还是有也有手术治疗，搞不好有些病人都去医院做过悬吊手术，那真的很严重，阿哥这尿道悬吊手术也可以改善这个尿失禁。好，那今天我的演讲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的聆听。好，那刚秘书小姐哈。有说要提供一些小礼物哦，好，那我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国际老年日是哪一天？十月一号。哎，十月一号。谁先讲？对。那我还有讲一个问题，就是讲咱女生啊，泌尿道感染最常的细菌是哪一种？妹妹哪一种？大肠杆菌哦，很棒，好。那第三个问题啊，哈，就是说男生的射护腺，好，我叫前列腺，也位置是不对。膀胱底部。啊，好，太太加关心，您老公的那个哈，女生是无射护腺，女孩子较有啦哈。好，那。大概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女生的尿道大概几公分？十公分。谁先说？好，再剩下一个问题哈，尿失禁，女生最常见的是哪一个？有出来的帕卡丘啊，好，今天先聊时间。OK，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了，谢谢。下一个我们就请我们的营养师帮我们做一些微教。